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辣椒足球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。更多推荐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第二场分析，英联杯莱斯特城对战阿森纳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莱斯特城上赛季高开低走，最终排在第五名，无缘欧冠。新赛季两战全胜，本场对战联赛杯并不走心的阿森纳，至少可以保持不败。客队阿森纳是二线强队，上赛季联赛排名第八位，足总杯夺冠，曲线参加本赛季欧战。球队对于联赛杯不太重视，多以纯替补出战。本场比赛开出让平手，狐狸城更值得高看一眼，建议本场主胜。本场推荐莱斯特城减零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，或者微博搜索辣椒足球推荐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滑着滑着你就找不到我